寻叔，生日快乐。小姐的伤怎么样了？回少将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你们小姐平时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？小姐最喜欢穿的是旗袍。旗袍？嗯。下去吧。是。旗袍。小姐，这些旗袍都好漂亮啊。林小姐，这都是当季的新款，少将说了，让您全部都试试，若是喜欢就都留下。小姐，少将对您可真好。这些旗袍我都不喜欢，拿回去吧。林小姐，您试都没试就让我拿回去，这我也不敢违抗少将的指令啊。是啊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往日里不是最喜欢旗袍的吗？你看看这件，这件多好看啊。林小姐，您就先试试吧，若试了真不喜欢，我也好向段少将交差呀。好吧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。喜欢吗？我去换下来。干嘛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我先去换衣服。你在躲我？没有。还说没有？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太晚了。这些年因为误会，我一直恨你，也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。我知道道歉于事无补，所以现在我想尽我所能的弥补你。那年，所有人都觉得是我爹害了死你，有证人，也有警察听结案。你不相信他是正常的？好在我终于还他清白了。过去的事情我已经不想再提了。夫人和司令待我视如己出，我现在只想找到真凶，替他们报仇。这是十年前我爹娘送给我跟我大哥的，正好是一对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是寻出的大哥？我大哥后背上有一块月牙形的胎记。
小姐去哪儿？今天她生日。寻初，生日快乐。